我们先直战这水泡吧，快点！我们主要打的是这边，而且我跟你们讲，他这期很用心，你看他都可以直接看他怪兽的那个名称呢，多帅啊！这边可以让你自己换阵容。所以你说有聊天室吗？对的。大卷要手动放是不是？大绝，你干嘛？哎，奇怪，都不能自动开大绝。而且我个人觉得说，它里面的那个，就是它里面的那个假画质。画质很漂亮啊，可以扫荡对不对？哦，你看，而且免费扫荡，我再跟你们讲一次，为什么盗梦英雄？你们天每天不要玩，就是给它扫荡掉。扫出奖了吗？我这边先给你们看一下手厨是谁呀？手是谁奖励？目前第一名的玩家好了。然后再从这边。看他什么叫？哇塞！哇，怎么这么帅呀？7比。哎呦，聊天室或者是。看到了哈，就是这么多颗。等天还没出来没关系，我们直接给你们看现玩。你看他们都玩得很开心。